你能不能别跟我了？你给我看看什么东西？不给你，你给我看看。你看什么？你每次你都管着我，你这次能不能不管我了？你是不是超市又顺东西了？我买的，我什么叫顺？你买的，你都没带手机，你怎么买的？我现金买的。你给我看看，我就不给你。你给我，你别管我。哪位是家属？我是。情况是这样的，病人失血过多，我们医院今天刚刚抢救了一个羊水栓塞的孕妇，现在血库里的 A 型血可能不够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们看能不能尽快找到跟病人血型相同的朋友亲属过来这边献血，但不能是直系亲属啊，以免有并发症的危险。这不是医院吗？我上哪找血去啊？您别着急，我是 A 型血，抽我的吧。光你一个人也不够啊，最好能多来几个人。等我一分钟，我打个电话。别着急啊。哎，书记。哎，李主任，我现在在医院，我这边出了一个紧急状况，你赶快组织一下，看哪些是 A 型血的人，有多少带多少到医院来找我。好。先去抽我的吧。行，先做个检查。嗯，稍等我一下啊。着急，走。谁在做 A 型血？有没有？我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跟我走。其他人，社区里面民警、居民能找的人赶紧找 A 型血，让他立马给我打电话去医院去啊！赶紧办，你快快快！这玩意儿，打电话。徐书记，哎，我给你准备了红糖水，你先喝一点。喝了会舒服一点的，谢谢。该说谢谢的，应该是我不该这么对你，我更不应该这么纵容儿子。别这么说。接个电话。谢谢。喂，小秋。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好，那我等这边有了结果就回社区找你啊。哎，谢谢。好消息，肇事司机找到了。交警跟小秋把他堵在了一条死胡同里，现在人已经带到派出所了，待会他们会联系。谢谢。哎，谢谢你。哦，在这儿。哎，徐书记，你没事吧？是孙阿姨的儿子出了车祸，吓死我们了。这李主任刚刚说的火急火燎的，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。没事就好。这些人都是来献血的吗？哦，对，他们都是 A 型血。哎，对。行，那 A 型血的先跟我过来吧。来 ，A 型血的跟我走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是 O 型啊。哎，好的，李主任。谢谢您，徐书记。没事，之前我不该这么对你，我更不该纵容我儿子。刚才在街上，我以为他在超市又顺了东西，我跟他大吵一架。可是，在救护车上。我发现了这个，他改了，是我不相信他，是我害了他。阿姨，你别太难过了，现在已经到了医院了，医生肯定会全力抢救。
再说那么多人都来献血了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徐书记这两天也累了，就刚刚献完血，我先送他回去休息一下，好吗？没事的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小秋他们还在社区等着我啊，一会儿这边有结果了，他们会带着你一起过来的啊。别难过，儿子还需要你呢啊。别太难过了。哎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孙阿姨在里面等你半天了。她找我什么事？不肯跟我们说，一定要等你来了才说，把小秋也给叫来了。行，进去看看吧。我们好好的采访。哎呀，徐书记！哎，你们干嘛？别拉，别拉，别拉！你们干嘛呢？哎、他就是徐姨，徐书记。徐书记啊，徐书记。真的很感谢你啊，是你救了我儿子的命啊，我今天特意来给你送锦旗的，来来来，你看，真的很感谢，拿着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呢是我请来的媒体的朋友，他们呢有的是报社的，有的是网上的。哎，你们有什么想采访徐书记的赶紧的。徐书记，能不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啊？哎呀，我来说，我来说，待会儿你补充啊。我跟你们说呀，那天我儿子过马路的时候，他没看见后面有一辆车，他就被车撞了。我当时啊，当时就慌了，他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啊，我当时吓哭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幸亏徐书记在，是他要了辆救护车，把我儿子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以后啊，他听说缺血，他又主动的献血。哎呀，你们说徐书记是不是长得又漂亮，心肠也好啊？哎呦，他呀，真是把我们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。像他这样的好书记，上哪找啊？哎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这事儿换在我们社区里任何一个工作者都会这么做的，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献血，咱们社区里的好多居民都给您儿子献了血，您应该感谢大家才是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放心，我呀待会儿就去买礼物表示感谢。徐书记啊，真的对不起，前一阵子我们还为这事儿不开心，都是我不好，您放心，我和我儿子一定好好的回报社会，回报你的。哎呦，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您就别放心上了。哎呀，小秋啊，我咋把你给忘了？来来来来来，小秋小秋，来来来，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呀，他呀就是快递员小秋。那天肇事者逃跑了，幸亏小秋机灵，把肇事司机给拦下来了。小秋啊，真的谢谢你，你等着，来，锦旗拿着。我也有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社区呢也为小秋上报了见义勇为好青年。是啊是啊，我们社区啊真的是太好了，环境好，服务也好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报道报道，多宣传宣传这样的政策。